太刀子的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啊，怎么了？要吐血了！你不是山海在哪？我是丽，我是丽丽，我是丽丽。然后这是冰淇淋，它是雪雪，它是冰淇淋。嗨，我是小黑子。小黑子，我今天要来看什么？不知道。美国的，这个是止血的那个人，嗯，就是止血的。这个是止血拍影片中的，没有东西，没有。不要乱贴了，宝宝还要收了，哎。FOTO 的东西，它好像是一个手机架。我太暴力了。里面是长这样。正面，我要拿罐子。哎呦，我的硬碟啊！妹妹好。这个之前咋样样的？爸爸，你手遮住了，我要给观众。爸爸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都听不懂的。他是要取代他的，不是巴西虎，不是哦，这不是巴西虎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哦呦，你看这么长，跑出画面了，跑出画面了，太长了。可是，你在就是姐姐那边点，这个会比较会不会刮手啊？小心。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一点，嗯，不过基本上这只因为它声音会太大，所以 GoPro 录音都会录进去，然后这个有防滑的，应该也会有声音，但是它比较，这比较会晃动嘛，就觉得这只比较便宜，190而已，这只呢590块 PC 后买的，迟到再扣100块，所以这只490块，啊，迟到再扣100块。老板在那个啊，老板再给你100块啊。爸爸，那你可以故意迟到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就可以赚100块、啊。是今天邮差给我们的时候迟到啊。这样子，把它转进去，之后它就会固定到，然后把它就转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很松。嗯。爸爸，看。但是它收起来，爸爸比较一下大小。嗯。不过这只还是太大了哈，两只收起来差了快一倍。这是副厂的 GoPro 那个短的那个脚架。这可以当自拍棒。对啊，这可以放自拍。这是蓝牙的，蓝牙快门，蓝牙拍照的。来笑一个。妹妹请下香啊，我们来装 GoPro 试试看，装 GoPro 要携带方便好用，这反而觉得太大了一点，太长了。不过基本上在桌子上是比较稳，比这只稳很多，在街上拿的时候这边也是有了晃动声音，这个晃动声音比较大，这反而有了晃动声音，不要让胶带掉下来，成功了。好，拜拜各位。没有这个声音，这声音过后一定都会录进去的，这只反而没声音了，哦，真尴尬。那这个如果用在下面会顶到，可以
但是它这个其实好吧，就算没影响，会不会最后还是用这个短副厂的这个短脚架了？这个晃动声音比较小，这晃动声音比较小，所以说明它还是比较好的，并不是它不好，而是如果用跑的话 GoPro 晃动会有声音就会被录进去，这是要考虑的地方。它有防滑的，所以在桌上不容易晃动，除非这么大力，但是不容易，除了桌子晃动不容易移动，像这个就是滴滴滴声音，这个基本上你要移动会比较，但是这个放餐就比较方便，去外面餐厅吃饭时候用这个比较方便，小小一只，这好像会太大了。装手机是 OK 的，因为它手机可以调角度。不过基本上我已经很少这样手机录影了，基本上我已经很少用手机在录影，所以反正先用一阵子吧，它应该会比较好用一点。出去这只很方便，这只有时候直接就口袋塞进去了，裤子口袋真的整只就可以藏进去。这脚架的脚，它脚这只脚架的那个质感还不错，它定位原本好像就是蓝牙自拍棒，那有脚架，基本上我觉得，哎，后面整个是蜘蛛，后面整个是蜘蛛，蜘蛛的脚，然后它还是公司货，我记得它好像是哪一家脚架的副厂牌。那 GoPro 你拿着你会觉得太大吗？我可以来录。好，录一段来，自己去录，你走一段看会不会录下会不会有声？等一下，这是蓝牙的。好，可以，这条路可以。那这次是我们家的走一圈测试 ，Go。这么专业啊！Andy， 妹妹 Andy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还有订阅和分享。拜拜哦，老师再见，拜拜。妹妹来吹草了，吹草了，妹妹来吹草了，妹妹来吹草了。嗯，好，你再见。姐姐，你早上记得拿哦。好，关掉了。Andy， 喜欢影片就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小小的小铃铛。可是我写影片通知，还有记得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再见。